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请放掌。天气这么冻哈，大家呢还是这么样的精进大家都可以彻悟生死由于自己的一念之间我老人家还是要赞叹，要注意这个天气气候的无常跟我们人的起心动念的无常也是息息相关。虽然宇宙万法它是无情界，但是万法当中呢，包括有情跟无情界，我们的内四大跟外五大也可以讲说是七大啦，但是假如我们以四大来讲的话呢，那就是内四大还有外五大加上一个空大这个呢彼此都是息息相关。而且呢很多人修行者，你假如不了知万法唯心现，也可以讲说三世一切法都是唯心现量，那这个就是很可惜了。什么称为唯心现量？唯心这个心指的有两种的这个角度你要必须要去了悟。角度呢还没有转世成智者，他这个是四心，起心动念是四心。那假如呢已经开采出湛然寂静的心境的话呢，他这个是以法身跟这个佛性来论。但是这个心我们所要知道，就是说不管是圣或者是凡，他呢眼前所现的一切境界，这都是决定于他任何事任何一个道当中呢，他起心动念所累积下来的一个视线的一个环境。所以说这个自心限量，那个量也就是说你现前所见之量，都是你起心动念的造作而所产生的一个环境，这个一定要注意。那么呢以圣者来讲，他那个自内证的功夫呢，有加上一个证那个证指的就是指已经开采出湛然寂静本不生本不灭的心性这个就是所谓的证。但是证没有心的得到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佛性本众生本质具足，也只是说你已经开采出来了，你已经开采出你湛然寂静的心境。这个湛然寂静的心境，很多修行者把它当作有一个湛然寂静的心境，这个是错误的。湛然寂静的心境不是用你思维模式去想出来的，它那个寂静是本不生本不灭的寂静。当然你在想，当然你还没有开采出你湛然寂静的心，当然你会容易事情去想。但是你若是想说那个湛然寂静是完全不动完全如如不动，那完全不动跟如如不动这个是有很大的差别。什么叫做如如不动？如如不动就是说你的见闻觉知，你的行住坐卧都不会被外在的任何的境界所系缚，这个是如如不动如如不动的心态你若是没有彻悟到法法都是安住在毕竟空性，法法本质不生，但是它是借因缘条件而幻生，要注意这一点。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已经跟大家提醒过佛法那一定要在于生灭缘起法当中来了悟空性，而不是说你时时刻刻在意识概念里面自己刻画一个毕竟空性。那这个毕竟空性也不能够跳出你的思维模式，毕竟空
毕竟空是你要透视，你要透视四大啊，你要透视你的六根，你要透视六尘啊，你要透视那个六识，甚至于七大，就是所谓的六根六尘六四心，对不对？这个十八有没有啊？十八不是世尊的十八不共法哦。哦，啊，听好，莫看听到这啊，十八就想到哦，世尊的十八不共法。但是老师赞叹你啊，你总有一天啊，总有一天会证得的哦。但是无所心得啊，没有心的得到啊。那么呢，在于众生他了知万法毕竟空寂，他会把它当作那个是断昧空了，就是我什么都不计较啊，我什么不可见啊，不可闻。世尊不加的安的修行啊，你如实的见，什么称的如实的见？万法毕竟空啊，但是你要透视它，展示在你眼前的啊，这些山河大地，那个都是众生共业所成。是不是？那么你在共业所成的一切的依报环境之下，哦，你要把它当作是断昧空，这个是绝对不可能，这是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即使万法是空，但是你的内心那个影像不空，就是说你的那个成影呐，你成影要空要净，那要到响应净才有办法啊，是不是？啊，所以说你一般人讲的毕竟空，他不知道。这个毕竟空是法本之不生，那它是虚幻而生，哦，你不能够否定因缘法，哦，你不能够否定因缘法啊。那么呢，因缘法它是借着条件来说，每一个因跟每一个缘呐，它都是没有实在体性，它都是刹刹那那、刹刹那那的生昧啊。所以呢，有人呐，会怨叹，怨叹的万叹呐。啊，万坦他的依报环境，或者是说啊，他为什么会投胎在这个家族啊？啊，甚至于呢啊，我也万坦呐、啊，我说了啊，为什么他此生此世啊，付出这么多，为了众生，哇、啊，为了所有的种种的一切，他牺牲很多。老师告诉你，你要是有这个心念，不是心量哦，你要是有这个心念。啊，老师劝你要快快的转，要快快的转。你此生此世所付出，这个是果报，过去是来的果报。你现在的起心动念是未来的什么？你现在的起心动念是相当于以未来的果报来讲，你现在是因哦，也可以讲说是未来的因哦。你不要忽略这一点。你别妄叹下面，老师跟你说啊，也不是说啊。你来仇视他人，或者是说呢，你总是认为谁对不起你，或者是说因为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因素造成你事事不如意啊？老师跟你讲，你千万要记住，没有他们给你的不如意，你不知道世间法法是无常啊，你不晓得因缘果报啊的这一个定律，对不对？哦，你要注意，要快速的转，快速的转。你不如意之时，你若是啊一再再的都是要找人倾诉，老师跟你讲，那你也是在口业上面还会再造业啊。一般人在抱怨之时啊，总是三个字在前面：为什么？为什么一被对我安呢？为什么我看也安呢？啊，那老师告诉你，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哦，没有为什么？为什么本该如此？为何？那是你的起心动念所造的身口意念的一个总和，对不对？比方说啊，你为什么不到台大去啊？因为你的总分，你的总分都不够台大呀，对不对？那也不是说台大一定都是出什么。不是拢总是人才，对不对？其他大学里面也有很多都是社会上的栋梁啊啊，他们的起心动念，他们的任何一个造作、一个行为，也都是有助于社会啊，以及甚至于这世界的一个和平的发展哦。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念最重要。你这个念头你放的不对，
老师告诉你，以后你的念头所招来的那这个医报环境，那个你不要妄叹，你不要怨叹哦，你不要妄叹啊，你自己做呀，是不是？许许多多的事情，很多人都是在看表面。为什么他会看表面？因为他们会用比较的方式。所谓的比较，怎么比较？他认为啊，他在道场啊，对不对？一再再的发心，不管是在财力方面，还有或者是说在人力方面，他都比某某人付出的更多哦。而且呢，某某人啊，也许怎么样，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修行，是不是？只是仗着他家有几个铜板，但是老师问你，他家会有几个铜板，对不对？这个也是他的因，过去的因，这一世的果。你一定要注意因缘果报啊，是不是？那么为什么世尊在于我们楞严经当中，还有在其他各部经典里面讲有提示啊，三缘断，三一不生。这个缘啊，指的是指片句所执，就是说啊，你啊，片句所执啊，这个所谓的世界啊，众生，还有那有众生，那当然有业果了，对不对？世界众生业果，你片句所执这三个大前提，那么呢，你这个能远的片句的这个心呐、啊，还会再造业，还会再造业。那你过去所造的这个因呐、啊，你若是没有这一世没有片句所执性啊，那当然讲是不太可能了。但是现在是我们站在法义上面的义理来讲，你若是能够把持住，能够在心性上来注意，那么呢，你这个片句所执的这个能源心啊，在现行法上一再再的减弱，一再再的减弱。那么呢，原本所造的这个因啊，就是所谓的我们一般所说的啊，众生相续、业果相续、世界相续的这个因呐、啊，它会因为什么啊？它会因为你这个现行法不会熏习。他过去在阿赖耶识种子里面，在阿赖耶识里面种子当中所潜在的这三种的因呐、啊，啊，那么呢，现行法你注意，现行法注意，你的片句所执不要在现行法上一再的怎么样再造业，那么呢，过去的因它会怎么样啊？会渐渐消泯，这个消泯不是断灭哦。种子百千万劫都是在的，只是你给他因缘，他就会起现行。那么你在以三缘断故，三因不生，很多人呐、啊、都错解佛意啊，他以为三因不生，那就是说连果报都没有了啊，不是这个意思。你要注意你的起心动念，你的现行法，你的起心动念，现行法的你现在正在作用，你的六根正在作用，你是用六识。或者是用六根性，这个都是现行法，不是现行犯哦，听好清楚哈、啊。现行法就是现在正在作用的啊，对不对？都是可以决定你未来的果报，都是你决定你未来的果报啊。在于修行境界上，你如果是没有办法来了知这几个原则，老师跟你讲，这是很可惜的。这是很可惜的、哦、没有外在环境 来对你的种种的磨难，你怎么能够舍得什么？要放下，对不对啊？要放下啊！你在于顺境之时要注意自己啊，有没有狂妄自大，在逆境之时你要问自己，你有没有消极悲观，这个都要注意啊，顺境啊，有时候他会提醒你无常跟放下这个智慧啊，在顺境当中，你容易迷失自己，你会迷失自己，除非你有相当的定力。在我们修行境界上呢，我们常常可以见到，或者是说听闻到许许多多的人啊，他会常常跟人家分享。
啊啊，我最近有什么境界啦，啊，或者是说你有没有什么境界啦，都是在问人家境界啊。老师记得前些时候上课的时候啊，老师不是有啊跟大家啊提示过啊，这个啊在南部啊，在南部老师的课程里面有一位学生呢，他每次到啊他的这个啊这个，所以说他在练啊瑜伽的这个教室的时候，他说他头都低低的。我说安娜啊，为什么呢？啊，何因何缘呢？啊，他说，因为他听到别人在讲说，哦，他在定中哦可以呢，啊，有什么殊胜境界现前？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又不一样，又很殊胜。另外一个又说是，又说啊，他有什么殊胜啊？每一个人都是在讲他殊胜之处，啊，他总是觉得好像自己呀，好像没有那个定力，没有那个定功可以足够有那种殊胜境界的在定中现前啊。那老师没有跟他跟他解释啦，什么样的话我没有对他讲，我只是对他讲恭喜你。他听到这句话很讶异呀，那老师我一无所见呢，对不对啊？你那也别用恭喜，我说你回去啊，你回去看一下《楞严经》里面啊，这个后面的五十一摩，对不对啊？你看一看，用看的就好啊。你能够悟的话，那是最好啊。你认为啊，在定心当中，你要守本真心，或者是说你希望有任何一个境界啊，来跟你相伴啊，你啊。在于现实生活当中你所见到的种种境界，对不对啊？难道他不能够来提醒你无常吗？啊，无常观难道你没有办法去注意到吗？啊，无常是刹刹那那的生灭，本无一法可得，你们却是要在你的，对不对啊，瑜伽教室当中啊。当然我不是说每一个瑜伽教室都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哦，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哈，哦，绝无此意，你要听清楚啊。因为啊，你在冥想的过程当中，你要注意你是不是有所贪，有所求，有所追寻，有所比较。那这样的话呢，你也只不过是怎么样，少了啊，少了什么？少了这一个动态，找了你这个色身的一个动态啊，您自己在于你内心的沉吟在攀援啊，在攀援。而且呢不一定是沉吟哦，沉吟是你六根面对外五尘的境界所产生的一个影像落入在异地，有的不是，那有的不是啊，有的是怎么样自己制造啊，真的是说别人啊，别人啊的言语上所造作的环境，他把它全部吸收，他总是希望要有境界在于定中出现，他认为这个才是精进。那，这个是相当严重的，要注意，要注意，任何一个境界它都是幻生幻灭，你一直要在幻生幻灭的环境当中一再再的求有新的境界，那么呢你的起心动念就怎么样，就乱了，你没有办法守本真心呢，啊。你看我们五十个一亩里面啊，师尊不是就开示呢，对不对？尤其是那个中辉地，对不对啊？修行者你就是一直认为我要守住中辉地，我一定会有新境界，这个刚好跟世尊所开示的完全相悖。世尊是开示你任何的境界都是虚幻无常，你要守住你那个本不生本不灭的心性啊，你的这个梵文造心的定力的功夫啊，要不断的精进，要绵密不断精进，不要让其他的妄想插队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境界啊。无所见并不是说你的定功不具足，
无所见，对不对？本来就本无一法可得啊，你要见什么你告诉我，是不是？那否则的话你要有所见，那为什么啊？在于五十音谋里面那个破色音，对不对？色音你要破色音正出国，那一定怎么样？一定要有相当的定力，一定要有相当的定功啦。定功啊，不是只是在禅堂上行住坐卧皆在定，行住坐卧皆在定。所以你们要训练自己，在训练自己哦，任何的一个动向，任何的一个起心动念，你要注意，你要把持住，你要有那个你内观的定力要强，要强就是说要稳呐、啊，稳住。那你要稳什么？要稳住什么？守本真心，守住你那个本不生本不灭的心性呐、啊。你爱修一条啊，你守得住，那么呢啊？渐渐的你的葛藤啊，你起心动念的葛藤呢就不会再束缚你，对不对啊？所以世尊在于我们五十一摩当中，甚至于在其他各部经典当中有提示啊，众生本质无福啊，福啊，那是你自己不家的啊，万法毕竟空寂，我们湛然寂静的心性它本来就是如如不动，所以啊，没有法可以真正来束缚你，那个是你自己向外攀缘，然后再向内自己攀缘内心的成瘾啊。所以呢，内外的束缚造成你怎么样？你的啊烦恼障，甚至于是手之障不断不断，那个是你自己困住自己。所以说呢，本质无福啊。何必来解脱？这个解脱的意思说，要注意哦，本质无福，何来解？意思就是说，万法毕竟空寂，万法是没有实在体性，是不是？你湛然寂静的心性本来就不生不灭，那是你自己的起心动念啊，你来攀缘六尘境界所造成的啊的。外面的境界跟你内心成瘾的境界束缚你自己，是你自己束缚你自己，是不是？那我们讲一个很大家都能够听得懂的，你到百货公司去，我这个是比喻啦，对不对？百货公司的珠宝柜啊，对不对啊？为什么会在一楼？就是要让你惊的入面啊，惊不出来啊，是不是啊？一进去以后，哇！一看到，看到那个啊，这个珠宝柜当中啊，哎呀，非常多的这一个啊，宝石、钻石之类的，你一定会停住脚步，仔细看啊。刚刚开始是欣赏，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看了第二次以后就动念了，动念以后呢，接下来啊，我告诉你。你那个提款卡、也会开始动，不然的话啊，你的这个银行的存款簿也会去动哦。那结果呢啊，最后怎么样啊？你手上所带的这一些贵重的这一些珠宝之类，也会让这些歹徒怎么心也动。是不是都是在动向当中？有的动是你肉眼见不到，有的这个动啊，是你很微细，你就可以去觉察，就可以去觉察，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内事大，你要知道，你的动念啊，一定会影响到外五大，一定会影响到外五大。因为内四大跟外五大，地大是不是坚硬性？对呀、外在的地大难道不是坚硬性吗？是不是？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你要降服你自己，降服你自己的起心动念、世尊一再再的开示，你要守本真心，守住你的湛然寂静之心境，那你要守住，你一定要透视万法，
对不对？你要去透视他，透视他没有实在体现，对不对？啊，透视他实在是没有永恒不变的体现，是不是？你不被万法束缚啊，你不贪不求，老师跟你说，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啊！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什么啊？永远知足的人，伊就是世界上上富有的，对不对？啊啊，那个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修行，修是修你的起心动念啊，然后呢，令你自己湛然极静的心性，渐渐的、渐渐的啊，能够了知无常。啊，了知万法毕竟空寂，所以你在你六根门头啊啊，宇宙万法在六根门头的出入，你会渐渐的不被束缚，啊，那你就是有鲜花有希望啊，知道没有？不是说六根六尘六识啊啊不可得，你就把它当成是断灭空，不可能的。你本身也不是断灭空啊，你这个色身不是果报体吗？是不是你的业力啊？我老公老师，业力我都不知道一直堆。我说你现在的起心动念就是业力啊，你现在的依报环境跟你的正报难道不是业力吗？为什么众生各个不同都有佛性，为什么他们的起心动念不同，他们的业力不同，出生的环境不同，他的资质也不同，人际关系也不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同？那个都是来自于业力，对不对啊？都是来自于业力，业力是你自己你的啊身口意的造作所累积下来的，对不对啊？那我让公公老师有点习气哦，我们也见不到啊，可是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起心动念。我说那当然啊，我老公老师会习气哪一义，但大家都听得懂的那个，大家都听得懂的比较世俗化的习气是什么？习气的一列习惯性，你的习惯性，你习惯性所累积以后啊，习惯性对后来环境的一种的什么，一种的什么影响力，一种的一个影响力，你的习惯性啊，你的起心动念的习惯性，你的造作，那个都是所谓的习气，在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为什么说善性熏起善种子，那恶性熏起恶种子啊？你要注意这一点啊。阿赖耶识的种子就像一个仓库一样啊，你的动念是属于无忌啊。啊，就是非善非恶，对不对啊？还是属于善性，那个都跑不掉的，那个都跑不掉。所以呢，老师很赞叹我们大家哦，不能刮刮呢。嗯，不知道今天是外面听说是十度是吧？啊，几度啊？哦，14度啊，可能啊，这个越接近半夜的话，可能会很冷。你想想看，现在以我们以12度来讲啦，对不对？大家都有点怎么样？非常非常的非常的不习惯啊！你敢想，人啊，迄个零下的咧，零下20度咧，啊，你迄阵那边安怎？唔得打 SOS， 是不是？哦，要注意四大啊，四大它也是无常。对不对？像我们所说的春夏秋冬啊，是不是人有生老病死？对不对？我们的起心动念是不是也是一样，是生住异灭？一样的道理，就是在这个十二个这一个阶段当中呢，一直在寻找。所以为什么老是赞叹大家？啊，有时候呢，人家要跟他约啊，比方说啊，有特殊的一个 meeting 啦、啊，或者是说要聚餐，他一定会说：“修大年，我看一下，他要看什么？是不是星期四？那、啊、星期四的时候，一得讲 no 啊，改期，是不是啊？哦，那老师就跟你讲啊，你开始你要值得赞叹，对不对啊？那么呢，佛菩萨
龙天护法，那一般我们所说的啊，金光藏王菩萨，还有他的种族之类，对不对啊？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从来没有离开。那个是自己，你自己的起心动念啊啊，离开这一些守护者，守护者。所以呢，你在任何一个阶段遇到任何一个境界，老师跟你讲啊，你要紧紧的要赶快回到你的原点。什么原点？要守住你那一个什么本来的面目，都是略湛然接近心性。你一定要好好的训练自己，培养你的定力，让你的六根面对六尘境界的时候呢，不会被六尘境界所束缚。那一定要注意，你安的都是训练呐，对不对啊？然后呢，渐渐的，你会怎么样？会变得怎么样？很容易安怎？很容易入于知足，很容易入于自在。但是蛮讲、哦，我今嘛做清安呢，你清安的无物件去给你清安吼、哦。老师已经讲过了遍啦，啊，唔好细给侬讲讲。我现在的境界已经是清安啦。啊，我跟你讲什么叫做清安？嗯，老师不再重复哈、哦，要注意啊哈。好，尤其是我们今天要探究的这种搅乱啊，很多人不晓得，老师，那个搅乱是按照黑白讲呢，哦，不是黑白讲，嗯，不是这个搅乱的意思。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啊，这种四种搅乱里面啊，有一个八义啦，哈、啊，对不对？还有为四为五啊，还有四跟五啊，双者都兼并。注意这个搅乱的这个搅字，你要注意，好，眼睛看我老人家这个方向啊。这个搅乱的这个搅字，意思就是怎么样呢？你不管你有没有修行，尤其是以修行者来讲啊，你呢以不正信、不正念之理啊，然后呢在这个理上面再多加许许多多的推论，甚至是定论，然后呢你自己也拿不住正信跟正念，然后呢你的搅乱，不管是大的搅乱，或者是说你起心动念，或者是说你对外人，就是说来请法之人啊，你模棱两可的那一个邪论啊，对不对啊？都是建立在你自己自以为是的邪论当中，这个就是搅乱。你的自认跟他人来请法之时，你的回答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拿住真正的正信正念的章法，章法就是章句跟法义啦。啊，这个搅乱哦，啊，一定要注意。等一下呢，你们再看这一个啊，死后啊，还有四因，或者是说死后啊，没有这个四因。哦，还有唯无唯是搅乱，哎呀，八义搅乱，你们就知道，在行运当中啊，行者起心动念错误，产生邪计，也本他本人尚且没有办法去觉察，因为行因呐、啊，它是刹那刹那，它的维系，它是生灭不停。啊，外道最重要的、最致命伤的外道，把它当作刹刹那那的生灭，生灭，他把它当作，因为有生灭，生灭一直延续，都有生灭在生灭啊，对不对？他把它当作是恒常，这就是致命伤，这个就是致命伤，对不对？啊，任何一个动点，我们起心动念，包括我们的十地菩萨，对不对？啊，在定心当中尚且都有入心、住心，还有什么？还有初心。初心不是一个啊很细心、很粗心的那个初心哦，一定要注意啊，对不对啊？阿罗汉、四果阿罗汉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都还有一个二果相啊，还有一个二果、三果相，还有一个三果。比方说，三果相就是说还没有到达三果。
啊，他已经证了二果，但是他现在在三果的圣者的这一个断惑证真当中啊，这个就是三果相，然后再证到三果，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菩萨圣者，不管是小圣还是菩萨圣，他们尚且都相当的注意到自己的起心动念，何况呢我们凡夫。但是老师相信你不可能永远都是凡夫啊，除非你自甘堕落，除非呢你认为六道啊是你心目中啊的这个怎么样啊圆满之地，你喜欢到六道，那么我老人家啊双手合十啊，唔嘎嘎的争论什么，对不对？因为你自己的选择，是不是？那否则的话呢，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四种搅乱当中，你爱去想你是否有这一种的倾向哦，不是现象哦啊，倾向。好，那现在呢啊，请我们大家啊翻到啊1474页，上个礼拜我们提的那个问题现在暂时不要问差不多特别下课的时候再来问，我们靠一个发挥余地那七位居士大德，老师不知道你有没有好好的准备等一下轮到你讲，你千万不要说啊，刚才那个某某居士讲的那个都是我就那个就是我要讲的啊。前面你要是在第六个讲，前面那五个居士所讲的总和啊，都是我被讲的哈、哦。你唔好用这一种的啊搅乱论哈，对不对？哈、哦，不要用这种的搅乱论啊，知道没？好了，现在我们看1474页啊。因为呢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探究过，是不是以生昧啦，对不对？以三世啦，对不对？以自身啦，以自心都已经了悟行者错误的见解，对不对？好，那现在呢由于我们所了知的这个第四类的这个立有边论，我让公公老师爱允许只有边跟无边不管你是指有边或是无边，都是怎么样，都是邪见。所以我们看1474页啊，由此第一行，由此妄心者嫉妒一半有边一半无边，那么就堕入外道的邪见。你若是在妄心嫉妒上，你认为啦对不对一切时在一切的世间包含众生在生死，对不对都是有边或者是无边的，落入有边跟无边的这个邪见，那么呢那个就是落入于外道的邪见，你就会成外道的一个伴侣因为有边对不对，那则当然就不是中道义是不是所以呢他迷惑的中道，不管你去有边还是无边，都是落入于中道义祸乱的菩提的正觉之心这个就是第四类的外道立有边论。好，那么呢好，现在请大家再看我老人家这个方向一定要注意。通常你在推论51魔当中的不管是色音是行音，你一定要注意你这个推论是从何而来什么样的一个因素造成你有这一种的立论点，你一定要告诉自己，要反问自己这个就是怎么样，这个就是要去掉什么，去掉邪执邪性的记执这个要注意哦。现在我们要探究的这个是行因呢、你想想看，这个外道62见很容易你进入了你都不知道。你看这个四种搅论，这个是我们现在要看的第五类
啊，但是因为它有分成四小类啊，现在我们来看经文啊，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变，穷身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缘，于知见中生嫉妒者啊，是人坠入四种颠倒，不时搅乱骗计虚论啊，这个虚就是不实啦 啊， 啊。好，那千万我们现在要注意啊，因为每一段啊啊都会啊有这个又三摩中诸善男子，我们现在要直接进入于知见中生嫉妒者。好，你现在看这一个啊诠释文啊，第一行啊，于知见中生嫉妒者，什么于知见中呢？就是说呢，行人在于彼定心当中啊，注意哦，行人于彼定心当中，把他的所知所见啊，不能抉择明了，就是说行人在定心当中对于自己的所知所见没有办法做一个正确的抉择来了悟啊，而呢反而怎么样，妄生六况，一个虚妄薄，因为妄生周遍嫉妒，这四个字啊，这四个字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周遍嫉妒，那一定是依他起性来的嘛，对不对？好，那所以呢，世人坠入四种颠倒之见，也就是搅乱之见啦。好，我们来看啊，接下来那个不死啊，不死这两个字，你们有时候看到啊，这个啊经文坐落在我们的这个诠释文当中，都有一个者，有没有？你看于知见中生嫉妒者，不死者，对不对？那个者，你不要把它当作是有一个人，这个者的意思就是说不实的意思啊，意思是这样啊啊，他的意思是这样，或者知见中生嫉妒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不要看到都有者啊，阿弟的军工不看阿奇啊，那凯龙中我这里者嘞啊，它是一个言语上面啊，文字上面的一个方便啊，一个诠释。好，我们看这个不实者。啊，所谓的不实者，就是说一个外道，即指这个无想天呐、啊，是不死天。那大家晓得呢？啊，你们探究过，对不对？啊，前面我们所说的啊，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讲一世七世业，所以应该是讲前。啊，我们讲到这个是空天呐、啊，对不对？四禅呐、啊，对不对？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呐、啊，对不对？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是空天啊，还有啊，种种的外道天跟圣者所居之天都知道。现在这个外道即指这个无想天呐、啊，就是色界啊，对不对？啊，色界的顶天啊，是不是圣人所住之处？啊，所以说五不还天，对不对啊？但是这个无想天是属于色界天啊啊啊，这个外道啦啊，不是这个行人呐 啊，在他的定心当中呢，对于所知所见，因为他没有办法做一个如法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抉择来了悟，所以呢，反而妄生周遍嫉妒。所以呢，他认为啊，啊外道啊，因为外道即指无想天，是不死天。而且呢，啊，这个外道所即指的这个啊无想天呢，假如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呢？假如行人、修行者，他的一生呐、啊，假如他能够不乱答于人，所谓的不乱答于人，就是当有人来请法之时，他不能够乱打于人，那么呢，他死后呢，啊，当生于彼天，就是无想天。但是他这个四个字不乱打人，后面所我们所要探究的，今天要探究的，那这个就是唯一的搅乱。你不乱打人，那就是任何问题都是模棱两可。哦，那这个就是不乱打吗？那这个才是典型的乱打呢。是不是、哦、好，现在我们再看啊，若是不知，就是说
若行人修行者实在是不知啊，反而呢责打的责就是角色的勉强啊，不知道，但是反而勉强来回答啊，来向他求法之人啊啊，因为呢他怎么样？因为呢啊，他假如勉强回答，恐怕会造成搅乱。所以说呢，当有求法人来问法之时啊，老师现在讲到这一段是讲到倒数第二行，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啊，所以呢啊，他只能够啊回答说秘密言辞，就是说怎么样，他只能够回答你所问的问题啊，这个是属于秘密的言辞啊，不应接受，说不能够详细的对你说明。啊，不知道是自己不知道啊，是怎么都说推给秘密这两个字啊，对不对？世尊所说的一切法不任何秘密，没有任何的秘密啊啊！世尊所说的秘密，那个是指深奥难解的义理，不是呢像这一个啊，这个外道啊所说的啊，是因为秘密言辞啊，没有办法对你详尽而说啊的这个秘密，要注意啊，或者是呢啊，他认为说啊，回答说这个是秘密言辞，你所问的问题啊啊，我要回答你的那个都是属于秘密言辞啊，不应该详尽说，一直跟你不知道要怎么说吗？对不对？而且他又不敢随便回答，怕说他不能够啊啊到哇到这个不死天去啊，所以说呢，或者是不定答，所谓的不定答就是说无有定论。什么叫做无有定论呢？我们后面马上会讲到啊。所以说呢，佛法可云十种才是真正的搅乱，在灌顶书当中啊提示过，是邪性啊，这个有邪论的一个分别性啊，我们称为骗计啊，因为都没有实义，所以称为虚论，虚的就不实嘛啊啊，而且呢这个实义是必须要合乎世尊所开示的心经大法，还有祖师大德们啊他们开悟之后啊的这一个开示的演绎啊，这个都是要注意。好，现在我们来看好八义的搅乱啊，八义之搅乱。好，一则世人观变化缘见牵流处，要注意观变化缘见牵流处，名之为变；见相续处，名之为什么？很好，见所见处，名之为好；不见见处，名之为什么？好，相续之因，性不断处，名之为很好，那就是你跟着上了。正相续中，中所离处，名之为什么？对啦，各个深处，名之为啊，户户王处，名之为好。以理斗观，用心别见，有求法人来问其意，要注意哦，有求法人来问其意，答言我今一生一灭，一生一灭不是说我现在是一生一灭哦啊啊，因为这个啊，在经文上面啊所记载的跟全释文里面，因为经文呢 啊它怎么样啊，没有办法像全释文一样啊写得非常详尽，所以你要注意这个答言我今一生一灭，不是说这个行者生也是生也是灭，要注意哦，这一句话很多人都错解佛意哦。等一下我们会详细说明啊。答言我今一生一灭，就是说他的回答啦啊，一有一无，一增一减，但是这个地方少了四个字啊，一什么一什么一横一变，好，那注意哈，你只要知道就好。好，所以说啊，于一切时皆乱其语，令彼前人，注意这个前人就是前来
请法之人啊，遗失了章句。好、哦、好，现在我们来看诠释文啊，一则啊，就是说啊，世人，世人就是说在定心当中呢，啊啊，他观刹刹那那行音生昧的这一个境界相啊所起的，就是说啊，世人在定心当中观刹那的生昧的行音境界所起的这个分别，而成为八种搅乱的邪见啊。观变化缘这四个字啊，因为行人在观性音嘛，对不对？好，那么呢就是因为想音境行音现，好，那么呢行人在静观行音啊，他能够了悟到行音是变化的根源，也就是说舍利众生变化的一个根本的缘由啦啊。那么呢这个行音的体系呢，它是牵流的，既然行音的体性是千变流转，所以呢啊啊，即名为变。所以这个变这一个字，就是来自于因为行音的体性啊，它是千变流转，故即名为变。好，但是呢行音虽然有千变流转啊，但是呢怎么样，但是它却能够前后相续啊。既然有前后的相续，那么就是无断绝。这个地方你要用特别的一个图腾要把它记下来，这个是极端错误的，极端错误的。况且你是不是用三角形啊，是不是两个三角形啊，你自己要注意啊。因为呢他认为呢，行音既然能够前后相续不断，那有相聚就是没有断绝嘛啊，故即名为什么啊，为恒，就是恒常的意思。这个这都是上修那的，你看啊，老师一再再的强调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此呢啊，就是变恒一对，对不对？行音的体性它是千流啊，千变流转的啊，而且呢这一个千变流转，因为它是一直相续啊，是一直相续，千变流转，一直相续啊。那么呢这个外道就把它当作行音一再刹刹那那的千变流转，生昧生昧不停。他认为这个相续的啊，这个生昧刹刹那那的相续，他认为呢这个就是怎么样啊，没有断绝。因为他认为有相续则无断绝，他不晓得那个刹那生昧生昧每一个点都是无常，每一个点都没有时代体性。这个于世尊所开示的这个完全啊，他们总是背道背道啊，背道而行呐、啊，极端错误的见解。所以呢啊啊，你看以行音来讲，那大家呢，假如有求法者来问呢，哎，他一定会讲，哎，行音啊怎么样啊，即变亦恒，是不是啊？后面都会讲到。好，这个词呢啊，就是这一段所讲的就是恒跟变是一对，刚好相反。但是他们总是认为怎么样，哎，为了啊不随便回答人呐、啊、为了要生于啊这个不死天，所以他将这个恒变把它当作一个很正确的回答，来回答这个求法之人，后面都会讲到。好，那么见所见处名之为身啊，因为呢啊，寻人以定力啊啊，可以观到八万劫内，他能够见到有所见的众生之处啊。我再讲一个啊，寻人以定力，他能够以八万劫内啊，他能够见到有所见的众生之处啊啊，是就是说啊啊，好像是有众生之身啊。啊，视为有众生之身啊，故即名为身。注意哦，八万劫内行人他能够见到啊，他有所见的众生之处，他认为呢那个就是有众生之身，故即名为身。好，那么呢不见见处名之为昧，就是说行人定境当中呢啊，于八万劫外
他不能够见到怎么样呢？啊，不能够见到啊！他先前就是说，啊、在八万劫内，他能够见到有众生之处，对不对？啊，那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在八万劫外行人，他不能够见到啊，先前在八万劫内所见的有众生之处，就好像是众生已灭啊，故其名为灭。所以呢，这个生跟灭。就是当作是一对。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倒数第三行啊，相续之因性不断处啊，这个行人呐 啊他又于生灭之中，就是说啊，有众生之生，有众生之灭啊之中呢，又另外又别起有因之际，又另外啊邪计。啊，有相续因的句子啊，老师再讲一次，行人呢啊，又以前面所说的啊啊，像是有众生之生处啊，相信有像是有众生之灭处啊，所以呢，他在这一个众生的生跟众生的灭当中呢，这一个行人呐、啊，又另外起有一个相续的因啊。来记止啊，例如呢啊，前行因已灭，那么呢后行因未生之中间，这个什么叫做前行因跟后行因？意思就是说行因是不是刹刹那那生灭？好，那么呢前一个行因生，后一个它还没有到灭的时候，就是后一个行因还没有生吗？啊，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前行因已灭啊、但是后一个行因啊，尚未生之时啊，这个中间啊，必定有它的相续之因，就是说行因在灭跟生中间一定有它的相续之因啊，一定有它的相续之因。然而呢，在此这个相续，就是说啊，前一个行因灭啊，后一个行因啊，还没有还未生。起之前呢、啊，啊，这个中间就是说在灭跟生的中间呢、啊，一定有它的相续之因。为什么？啊，因为行因是刹刹那那、刹刹那那、牵流不断的嘛，生灭不断的。他认为啊啊，在这个灭生生灭当中呢、啊，一定有它相续的因啊。然而呢，啊啊，这个相续的因呢、啊，啊，就是所谓的中因生。啊，它的起体啦，其实是四因，是四因。但是这个行人呐、啊，啊，他因为他不能够了悟，他不能够了悟，在行因之外，也就是说在行因的更维系了，就是说行因之后啦，也可以讲啊，又别有四因。因为行人他现在只观到行因呐、啊，对不对？所以呢，行人呐、啊。他只但见怎么样？这个行因的这个相续性的不断处，他认为相续性的不断处，那一定是啊，在不断处，重点就是说，一定有一个相续的因呐、啊，所以行因它才会生灭、生灭、生灭流转啊，牵流啊不停嘛。他认为在这个生灭当中啊啊，生灭灭生、生灭灭生当中，一定有一个。啊，有一个相续之因来支持的，他不晓得。其实啊，行因的刹刹那那的生灭生灭不断啊，不是有一个特殊的相续因，那是因为还有一个维系的什么，还有四因，一般就是我们所说的阿赖耶识啦。他是行人，他不知啊，因为他已经落入了搅乱之论的嘛啊，所以呢，他就是认为。啊，在这个前行因灭后行因未生的中间呐、啊，一定有它的相续之因，而且呢，行人见其相续性，就是说这个不断之处啊，啊，好像多出了一法，意思就是说，在行因灭跟后面的行因生的这个中间呐、啊，啊，一定会多出一法，这个多出一法就会支持的怎么样，行因不会断灭。就是说前行因后前行因灭啊，后行因生啊，然后后行因在灭之后，到后后的行因再生，他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在于行因的灭跟生当中呢，
一定啊有多出的这个一法，才能够令这个行音啊能够怎么样刹刹那那生昧相续不断。那么呢啊，这个多出的这个一法，那称之为真啊，称之为真，增加的这个真。而且呢，这个正在相续当中，什么叫做正在相续当中？就是说啊，前后的行音呐、啊，啊，正在相续之中，也可以讲说弦音，就是行音呐、啊，正在衔接当中呢、啊，也可以讲这样的，因为它是刹那生昧嘛，啊，所以说前后行音呐、啊，正在相续当中呢，啊，必定有怎么样？必定有它分离的缺乏之处。也就是说一定有它的中断之处啊，行音虽然是刹刹那那的生灭生灭不停，但是一定在这个生灭当中有它的相续性，有一个相续的音，对不对啊？但是这个相续音当中呢，也一定有它的一个分离的缺乏之处，必有它分离的缺乏之处。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用什么呢啊，用这一个好，你现在马上翻到1476页啊，正如什么啊？为什么他这边讲说好像有一个缺乏之处，就是正如呢啊，我们人啊在出入之息，就是一个啊呼跟吸啊这一个啊出入息当中呢，对不对啊？相续而缺，中焦也，意思就是说在出息跟入息相续的这个刹那间，一定会有缺少的一个中焦之处。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中焦之处是怎么样啊？现在眼睛看我老人的这个方向，这个你一定要仔细去体悟。好，你现在很自然而然的，你现在呼跟吸，就是所谓的啊，你的这个出息跟入息，你自眼睛稍微闭起来。啊，眼睛闭起来啊！你看桌前啊，注意观察你的出入息。你们有没有觉察到？好，现在眼睛看我的人家这个方向，在你啊出息要进入入息的这个刹那当中，有没有那个极其微细，而且也是很刹那、很刹那的一个中断之处？有没有？那个中断之处，那个中缺之处的，就好像怎么样，它也不是属于出息，也不是属于入息。这样有听，这样有金就没不然老师现在在说，你永远回来都一直在训练这个嗯、那这样的时候我来说、啊、这样子的话你的心脏会受不了，因为你刻意啊。为什么老师刚才群里面啊，双眼一闭啊，这个七啊三分眼啊，看桌子前面，你赶紧注意你自己出入息啊，一定在你出息跟入息的中间有一个相当维系，而且呢也有好像有一个短暂的一个缺口，它不是属于入息，也不是属于出息。好，所以呢啊，就是说在于出息入息的相续的刹那之间呢、啊、会有缺少的一个中焦之处，就是说它不是属于出息，也不是属于入息啊，所以说就是像缺少了一法，所以名之为什么简。对，那刚才所说的是真啊啊，为什么呢啊？他是总是认为怎么样啊？行音刹刹那那的生灭啊，在这个后音啊或行音灭之后啊，那个啊啊，前行音灭啊，后行音还没有生的时候，这个中间呐、啊，啊，一定有它的一个相续的音啊，就多出了一法。那这个地方是少了啊，缺少的啊，缺少的一个中焦之处啊。假如以出入息来讲，就是说啊，它不是属于出息，也不是属于入息的那个极其维系啊，而且呢啊，怎么样啊？不属于出息入息的这个刹那的中间，好像是少了一法，那称之为简。所以在这个真跟简当中啊，你们一定要分啊，行人是如何啊，如何来啊造成有一个真简的一对啊，这个注意。好，这个地方再看，又
各个深处。好，你看这个第一行是不是各个深处？好，那你再看第二行啊，倒数的第四个字、第五个字，有一个户户无处，有没有？你要注意看这个有跟无啊，一般初学佛者啦啊，以较无法度去起悟。好，那现在等一下老师讲的时候，老师会讲得慢，而且老师会再重复啊，所以呢，你要注意听啊，不要忙着写啊，因为你音声党一听啊，你就可以了悟了。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一行，又各个深处名之为有。什么称为各个深处啊？就是说啦，因为寻人呐、啊，观众生啊，众生各个都有他独有的深处，那深就是有嘛啊，所以故遂名为有。这个有的话就是说啊，就是说因为众生各个有他独有的深处啊，对不对啊？所以以生为有，故遂名为有啊。那这个有你旁边你可以给它注明小的字嘛啊，就是说啊，各有深处啊，故遂名为有。那接下来啊，见户户无处，以灭为无，就是说啊，寻人呢又见各个众生呐 啊他最后啊会终归于无，就是说最后会终归于灭的意思啦 啊一般我们讲世俗人讲是终归于死亡的意思啦啊，所以说见户户无处啊，以此无处啊，把它当作是灭。也就是所谓的无的意思啊，故遂名为无啊。这个无旁边写一个灭处啊，对不对？那此就是啊，有无一对。好，那么呢啊，正如以上的这八种啊啊，虽然啊是以行音之刹刹那那生灭的这个理上来讲啊，但是呢统而观之啊啊，然而呢因为是行人啊，他们各自在定心当中的用心啊，所谓的用心就是定心当中他们的起心动念啊，也可以这么讲，因为行人在定心当中个别的用心有差别而见啊，前后不一啊啊，以至于寻人啊，无有正知正见，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因为寻人用心有差别而见啊，前后不一啊，对不对？一下子见有众生生处，一下子见众生之灭处，一下子见到行因之啊生处，一下子又见到行因的灭处，就是说前后不一。所以呢，以至于啊，无有正知正见。好，所以呢，当有求法人来问修正之义理之时啊，啊，这个呢啊，没有正知正见的这个行人呐、啊，啊啊，只能够这样子来回答。那、啊、怎么回答？所以，你个看，一些搅乱的是安装回答啊啊，他怎么回答呢？他说呢，好。我现今所见的一切法，亦是生，亦是灭，亦是有，亦是无，亦是真，亦是减，亦是恒，亦是变。不，安尼你甲我讲啊，到底是定论是啥？嗯，定论是啥？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角论。而且他们认为要这样子回答哦，才可以生不死天哦，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回答呢？啊，就右边这一行，注意，因为行人在定经当中的用心呐、啊，各自有他们的差别而见嘛，他们的前后所见不一，用心当然也不一样，所以呢，以至于没有正知正见，啊，对不对？啊，那么有人会问啊，老师，啊那啊那时没按照靠正知正见，一切法不可得。刹那生灭无常啊，是怎么样？没有实在体性，那阿弥陀该挂了
时阵是安尼甲咱教的呢，哎，这唔是，伊这角度，伊就是讲，我现在我现今所见的一切法，嗯，对不对？因为他定中里面所见的，刚才那个四对啊，啊，对不对？所以呢，人家问他的时候呢，他就说：“我现今啊所见的一切法，是一生也是一灭啊，意是有啊，意是无啊，意是真啊，意是减，意是恒，意是变。”啊，你那敢问呢？问讲阿婆到底是安怎啦？你嘛讲一个较确定呢？伊个讲这个是秘密言辞，嗯，没有办法详尽而说啊，是不是？好、啊，所以讲啊，这我。这个到底他是真正的回答的，或者是误导众生？那这个比怎么样？比一般没有学佛者以被探究义理的时候一类一无所知啊，那更严重，对不对？因为他被你学知了嘛，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盖这个义呀 啊盖义你也给进啊啊啊，以这个意思来讲，因为他前面不是讲吗？一生一灭，一有一无，一增一减吗？这个意啊，这个意这一个字啊，就是说两可之言辞，就是说都可以啦，嗯，哎，都可以啊，意思是这样啊。为了要显示怎么样？为了要显示出他所答的言呐、啊，啊，所答的言辞啊，不会堕入于偏执。啊，这叫模棱两可，就完全彻彻底底的落入偏执，这个才是真正的偏执的搅乱。所以你前面来一句啊，对不对？人来问你的时候，你讲安尼哦，我想看卖，你好像有诶，好像有。我就讲，你安尼，你就是搅乱类的徒弟，典型的徒弟，你得去报得啊，你听好不？千万不要这样回答人家，世尊不教你安尼讲啊。啊，对不对？好，所以说殊不知，注意看那个殊不知这三个字，不是说只有不知，殊不知的就是说他实实在在不能够了悟，不知道啊，意思是这样啊啊，终无主宰，就是说行人他所回答的当中完全没有一个定论，这个主宰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定论。所以呢，于一切时啊，都是怎么样？都是搅乱其语，就是说，皆是搅乱他所回答之语啊。如此呢，正是堕入于搅乱的论义。注意这个"论义"这个两个字，假如我们以白话文啊，大家都听得懂，这就是变成说，他假如这个行人呢、啊，这么样的回答。那正是堕入于搅乱的争论跟争议啊！这个论义哦，不是像十二部啊经典里面的那个论义哦，你要搞清楚啊！啊，所以呢，上文当中呢啊，少了这个义辩义衡这一对啊。那刚才法师已经请大家要注意啦啊，你们一定会有注意到。所以说呢啊，令彼前人，注意这个前人就是说，令彼那个前来问修正之意的那个求法者啊，遗失了章句，就是说失去了这个章法跟法句啊啊，以及正确义理的了悟哦，就正确义理的了悟啊。啊，那就是说，指前来问话之人呐、啊，啊，因为回答他的人啊，他既是怎么样，啊，回答都是模棱两可，啊啊，对不对？啊，都是回答都是模棱两可，啊，没有一个正确的决定义理。那当然啦、啊，啊啊，来求法之人啊，就是说，而听者自然他也会遗失了章法跟法。章句就是章法跟法句。好，所以呢 你想想看，你这样子来回答众生，其实你本身就有无量的罪过，有无量的罪过，对不对？尤其我们刚不用就讲，不用讲说这刚才所说的这个四对啊，光光啊，就是只是以行音，老师都每一次上课都讲行音，它刹那刹那的生灭，它正是无常，
正是没有究竟的生，也没有究竟的灭，对不对？他这个生灭无常，刹刹那那生灭，他正是无常，而不是说他是相续的，他是恒常的。光是这一点就是相当严重的错误。很多修行者他总是认为这样，而且行因刹刹那那生灭，刹刹那那生灭，不是行因本身的问题啊，那是因为行因啊之后还有一个更维系的事因，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还有一个阿赖也是在支持着我们的这个色身啊，知道没有啊？所以说这个中有身啊，啊你们现在翻到来 往前翻啊，因为能够令行因啊，刚倒数第二行1475页，能够令行因啊，它这个刹刹那那都是相续生灭不断的，那其实是中有生。这个中有生，它的体就是四因，也就是说，这个中有生就是所谓的我们的阿赖耶识啦，也就是所谓的四障啦。啊，你听有无？不是讲行因，伊拢一直有这个生灭，生灭啊，生灭的中间各有一个相续因。啊，没有这回事，你要千万记住，在这个地方就是很严重的错误。啊，人来问你呢，啊，问你说啊，不然的话，行因刹刹那那生灭，刹刹那那生灭，生在灭，灭在生，啊，中间啊那个相续的因是什么因？你说哪里有相续？啊，哪里有相续？你要问他啦，行因哪里有相续？那是刹刹那那生灭不停呐。没有一个动点是真正的生，也没有一个动点是真正的灭，啊、哦，你没有看你，因那么你讲啊不，嗯，行因在生灭生灭啊的这个连续当中啊，它都是相续在生灭嘛，啊，那个相续是什么意思？你讲啊，你哪敢回答说哦，这个相续哟、哦、啊就是什么啊呢？你有没有误导？啊有没有搅论？啊，你都担心呢，你个已经去报道啊。嗯已经去注册啊，嗯，对不对啊？八一搅乱去搬那里的 key 啊，啊，要注意，要注意，这个是相当严重错误，尤其是现在这个外道啊，不是说只有印度62种外道，我们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有啊有人在强调啊，行因刹刹那那的生灭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有一个因素来。支持着他生命不断，他们不用世因，不用世因，而且有的啊，这个是当然了，因为老师也没有去到那个现场，老师也没有见到啊，这个如此说法之人啊，我是听南部有一位这个啊这个学员他讲，他说呢，他就到某一个城市的某一个听说还蛮有名的。啊，一个这个禅堂当中啊，听说他们的指导者啊，听说他们要修啊，在禅定当中的定中，就是要在修修什么啊？修啊，要去观察住啊，要去找出啊那个行因刹那生灭当中不停当中是什么让行因生灭不停？他们不知是世因，而是他们希望他们的学员。去在行因刹刹那那刹刹那那念念生灭不停当中，他们认为在禅定当中要去找出那个因，你怎么找啊？老师问你。但是我这个学员呐、啊，啊，这个学生呐、啊，他说：“老师，我已经找你话呢，我找你话，老师我拢找无，阿妈唔知俾对找呢。”我说啊，你这么刹刹那那生灭不停，你有法度控制不？啊，别那控制了。我讲啊，你都无法度控制，啊，你别那吹。伊讲，我老师啊，你指的是吹不？我讲你跟他讲啊，别安装吹。你的念头是不是刹刹那那生灭？你有没有办法将前面的念头抓住？你这样后面的念头还没有起来的时候，你敢查？我头前。我现在这个念头已经起来了啊，后面那个念头是什么样一个念头？嗯，你得给他淡啊！你真的有这个本事吗？对不对？前后念那个都没有时代体系，你有没有办法去掌控住让前面那个念头一直延续的？没有刹那生灭，不可能，不可能！我们的一心只能一念。为难公公老师。一心干了一念了，对，嗯，一个妄心也只能够有一个念，这样啊，不能够同时有恶念，
这个是很微妙的哈。我两个老师，我银行等个被他查过买呀的，阿弟忙失眠呢，嗯，我听还不，嘿，忙起来安眠药怎啊拖过来接，为着要探究怀疑，哎，对不对？忙起来啊啊，忙起来安眠药准备一边啊，我要来吃这個，啊，我要探究，嗯，啊，多好用，弄唔免探究，哎，好滴，你一困啊，你别安那探究，你现在你就没有办法掌控住你的念头。你别安装改前念跟后念的中间当中，你要去找出那个是合音啊。假如你能够找出合音的话，那么世尊在三藏十二部经典里面所说的，对不对？妄无音无实体，妄无音无实体，这六字就会当替你替得解决。啊，你要找要找个东西，南部迄个学员讲，老师，我找泥蛙呢，较找都找无。我讲你老找有吼，你甲老师讲，啊，你坐又好，啊，我老人家来甲你顶礼啊，因为你有找有啊，啊，你有这个本事，对不对？哦，啊，所以说外道有时候老师讲，实在是也值得怜悯。为什么啊？因为在定心当中，那个已经相当不得了了，已经是破了色音、受音、想音的呢。在行音当中，他刚才已经讲过了，你们这个在一四七六页里面当中，你要注意在第四行啊，在第四行老师已经跟你强调好多次，行人在定心当中他们的用心有差别而见，在定心当中，因为他们的用心啊，在定心当中他们的用心有不同的差别，当然有不同的见解，所以他们前后所了悟的也不一，啊，那条不，这个重点就是在这边，啊，所以他们会造成搅乱，就是因为这边，啊，以至于他们会没有政治正见，对不对？啊，因为行人的用心啊，用心的行人在定心当中他的所见呢，啊，啊，有不同的差别，有不同的见解，而且这个见解是前后不一的，哎。啊，所以导致他们没有政治正见，所以一旦有求法的人要来问修正之意，啊，所以他的回答就是这个八义搅乱，一都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是不是？光是前面老师刚才一再强调的那个行音刹那生灭，哎，刹那生灭，他把它当作是相续，把它当作是恒跟常，对不对？而且恒跟变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回答，那时实在是很奇怪，嘿，啊，一般所说的这盖奇怪菩萨摩诃萨，对不对？哈，是不是啊？盖奇怪菩萨摩诃萨，你敢不敢不这尊菩萨？耶，啊，当然是无啦，啊，那是有的时候你跟我讲一下，嘿，对不？好，所以说啊，这一个寻人。在定中的用心，所以老师不是一再跟你们讲吗？要所本真心，所本真心。而且老师也提示过大家，你一直守住那个中规之处，那个是致命伤，那个真的是致命伤。因为你守住中规，相当于本，相当于怎么样？你把你的湛然极净的心性怎么样？你把它毁掉了。因为你要守住一切时一切处，你要悬住你的心在那个中慧之处，你要在等中慧之处，对不对？你会在中慧之处开悟，啊，那才怪。那这样子的话，师尊讲湛然极净的心性，是不是？又何必讲湛然极净心性？又何必开示说万法本来就是空寂，法法个个都是安住在毕竟空性的本位？但是世尊讲因缘是告诉你不能够用断灭论啊，世尊讲十二因缘重点就是要破除外道的断灭论跟自然论，这个断灭论跟自然论 啊这个在山上还有这个啊，在这国外这些双低的医师啊，他们都希望说老师啊，是不是在五十阴魔之后 啊能够再啊再讲这个胜出为续，或 我老人家正在考虑考虑了，嗯啊，真的，这个因缘法跟自然法很多都搞不清楚，众生都是这样。你告诉他这个不是因缘法，阿姨的想安那哦，不是因缘，啊，就是自然呢。你来改观观，啊，这自然法不能成立。你说啊，那都是因缘法，都是在两选，都是在两选，这是很严重的错误。所以我们要知道，
你真的要非常的感恩，而且你也要非常的精进跟知足，你即使出去的人道还有因缘来探究到世尊啊所开示的楞严大法啊，老师嘛是很欢喜啊，老师也是很知足很感恩，能够跟我们大家啊，我们所有的居士大德能共同来探究，是不是啊？啊，但是我们绝对不是八亿的补习班呐、啊，嗯，那对不对？我们绝对不会落入，但是你不落入，什么让你不落入？你也正知正见，世尊的本怀会让你不落入于八亿搅乱。所以你要好好的要自己要探究，你在这个八义当中，尤其是那个恒跟变，恒跟变这一第一组第一对，你要仔细去探究，你要仔细去探究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外道会落入于恒跟变会一对呢？啊，对不对？就是一变一恒呐、啊，是不是？好，那现在好，我们再来看。刚才已经讲的八义搅乱，现在我来看唯五，哎，刚才讲几个五啊啊，唯五的搅乱，好啊，注意哦，你这个唯五搅乱这个四个字，你不要念成说唯五搅乱，哎、啊、的不搅乱了、啊，按、啊、照正见啊，你要注意啊，要念的要注意，该停的地方要 停一下啊，唯五之搅乱。哦，这样知道了哈。茫然来蒙你的光啊，不来来，我不敢乱说。你来看一四七六页啊，我们来看这个倒数第四行前面的那个粗体字啊啊，那个阿别看对哦，你讲乌老，你注意看，为五角乱啊，安尼啊啊，为五角乱啊，对，五角乱就是没有角乱了。你一别开始讲的时阵啊，你比那个八亿角乱的更角乱啊，你这边十六角乱。注意哦，你念经文或是念全释文，你要注意它的一个段落点、啊、要段落点。好，现在我们来看倒数第四行，我们看经文。好，现在我请经文。二者世人地观其心，户户无处因无得证，要宽一个无啊。有人来问为答一字，但言其无，意思是说只是回答无了、啊、因为他因为因无得证嘛，所以人光在回答那个无啊，除无之余无所言说哦哦、啊、这个更是秘密言辞呢。嗯，好，来啊，注意看啊，二者啊，就第二小类了哈、啊。好，行人地观其心，什么叫行人地观其心？就是说啊，在于十二类神列当中呢，行人仔细地观行因的心呐 啊，所以说称为地观其心。什么称为户户无处啊？因无得证，意思就是说，行人在定心当中，他见一切法，他见一切众生，最终啊，哦。终将要归灭，就是死亡的意思啦。也就是说啊，一切众生一切法最后都终将归于无之处啦。啊，那么呢，所以说像呢行因的生相跟住相二相灭的时候也是一样，只关键一切皆暂无啊。这个时候呢，行人便会在这个暂无的这一个现象当中把它推论啊，法法都会重归于无处无啦啊，无啊，无一则即公公灭啦，意思是这样。但是他这个地方不是所谓的断灭哦，他这个地方是只在讲说啊啊，户户无处，就是这一切法跟一切众生最后都是会归于灭处啊，就是归于无处啦，意思是这样。所以比方说以行因的生相还有住相，对不对？好，那二相灭的时候呢，它只关键一切皆暂无，皆暂无，那这就是在这个暂无的现象的当中，所以呢这个行人就是在推论法法都是怎么样，都是会归于无处啊啊，意思是这样。
好，所以我们看最后一行啊，就是所谓的什么行人他悟得，他悟得一切法皆无，那这个怎么诠释呢？就是说啊，行人他自己记知啊，他呢啊，只要有人来寻法之时啊，他只要回答一个无字啊，因为他怎么样？因为他观一切法跟一切众生，最后都是终归啊，最后都是终将归于无嘛啊，所以他就悟得一切法是皆无嘛，对不对啊？所以说，只要有人来寻法之时呢、啊，他就回答一个字无，他认为回答这个无，他即可以证道，即可以悟得。为什么？因为一切法无所见。啊，一切法无所证，一切法皆无，因为最后终将归于无啊，所以他认为用这个无来回答来请法的人，他说他认为这个就是怎么，这个就是最正确的回答。哎，所以说因此呢啊，有人来问法，他这一个行人就是回答啊，回答什么？回答无。这个其的意思就是代表一切法一切众生、啊、最后终将归于无，所以说唯有回答其无，除了无这个字之外啊，无另有其他的言说，所以说无所言说啊，除了回答一个无之外啊，没有再有其他的言说啊，对不对啊？大智回答啊，为什么回答一个无？就是因为这个行人在定中啊，对不对？他地观行因之心，他见一切众生或者是一切法，最后终将归于无啊啊！所以他认为啊，人家来问他，他就回答一切法，哈、啊，对不对啊啊？终将归于无。啊，如此呢啊，就可以悟到，对不对啊？就可以啊有所体悟，因为一切法最后是无所见的啊，也无所证的，一切法皆无。他的意思是这样啊。那好，现在眼睛看我老人家这个方向，假如啊，你在于不知道正确义理之时啊，你千万不要用这个搅乱 的这个回话方式来对待众生。你这样子的话呢啊，怎么样？不但断了他的法身慧命，甚至于你丢给他的是邪性种子，知道没有？假如你确确实实不知道，你可以将你知道的啊，你从各部经典里面所探究的世尊所开示的世尊的本法的义理，你告诉他，然后你就说，假如要在更明确更深奥的诠释，你说你能力有限，所悟有限，可能还要一段时间，但是你已经告诉他世尊的本怀，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呢，他会怎么样？虽然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究竟他想要的答案的答案，但是最起码他不会有邪性种子啊啊落入于他的阿赖耶识当中。嘿啊，千万记住，因为这个八义搅乱啊，目前为止很多非常多啊，在这个社会上的，也我们不能讲说啊啊每一个道场啊都很少有政治正确，我们不能够这样子讲啊啊，道场当中有志愿啊，有心要探究啊啊正确义理的人有很多，但是也必须要看看他的福报因缘具不具足哦。有的人安尼吹吹吹吹吹了几啊十年，啊吹到的啊，确实怎么样？确实不是正知正见者，对不对？啊，有的人啊。啊，有的人假如问他说：“啊，你怎么不快离开？你快啊的拍摄，拍摄业果报就毁在这个拍摄这两字，对不对？啊，而且你入了某一个这一个啊道场，你要能够真正的能够去了悟到，不是觉悟哦，啊，了悟到，因为你要个要被告觉悟嘞啦，嗯，那、啊、你能够要去了悟到。”
他的见解，他的言论好像有所偏私，那除非是你的定力也要足，还有你也要有相当的政治正确的智慧，啊，不，你不要那判断，对不对？啊，所以你一旦觉得啊，好像啊不应该久留，那你就要有决心硬毅力，赶快离开，赶快离开。哦，比方说，现在老师讲一个非常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也许你会这样子遇到，老师这样子讲。啊，我相信我们在座所有的这一些居士们，哦，老师只是提醒你，我只是提醒你哈，提醒这两个字，哎，听好后，也许在你的家族当中，或者是说你在你的小家庭当中，原本有诸多的不如意，那忽然之间，哎，你所原本很失望的人在最近好像有所改变，哦，因为一听你的劝告，哦，他有所改变，这个时候你的心量哦，那这个时候你的心量就认为怎么样啊，终于顺境来了，善境界来了，然后你自己在外表上你就表现得加起当然是我们是不能说欢天喜地啦，但是就表面上会让人家看起来你是真的真欢喜，但是老师劝你听你的话，家中的任何情况，不管是人或者是环境啊，或者是说一切的事跟物有所改变，老师没问你，你非是圣者，你的决定，你的所教，就是说你教家人，或者是说你建议家人，或者是说你希望他们怎么样做，完全都是 follow 你的 idea， 就是说完全都是照你的意思做。你要注意，你非圣者，事情，任何事情都跳不出因果这两个字啊，你不是圣家，所以你告诉他们的怎么做，或者是说你要求，甚至说你要他们怎么做，你要注意是不是有后遗症，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活在因果律当中，不是活在你的如意算盘当中。老师再说一遍，每一个众生都是活在他的业力网当中，活在他的因果律当中，不是活在你的如意算盘当中。老师这样说，你们听有没有？要注意，要注意啊！不要以为他们过去的作为，他们的思维模式啊，对不对？好像违背了啊，这个啊正确的这个社会风俗习惯啊，现在有所改变了，你要求他们怎么做？他照你这么做，啊，你就这样欢天喜地。那老师跟你说，你哪是信者，你也不会去扭转别人的因果。然后诸多提醒是可以，但是不要以为家人有所改变，你表现出来的各种的啊，这一个啊，这个你的外向，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哦，你这么等是顺境当中，啊，等是这样欢天喜地当中。啊，因为我们人的行住坐卧，它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这个起心动念的这个氛围，对不对？所以老师是这样劝你，一定要注意啊！即使你是圣者，你也不能够去扭转别人的因果，是不是？何况因果不是你一个人可以扭转的，因为因果都是刹刹那那，刹刹那那。我们人这一生来到这个人世间啊，你就是活在你的因果律当中，绝对不是活在你的如意算盘当中。那众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没有办法来了悟，没有办法来了悟。个人的因果业力不同，所以他所招感的业果当然也是不同啊，对不对
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两个字要尊重，对不对？要尊重，哦，啊，所以呢，你不要，哦，这个霸字，霸字有没有阿爸一霸，哦，对不对？那个霸字呢，啊，在你家啊，把它当做一个家训，哦，是不是？什么事情只要顺着你，因为原本都不顺你嘛，所以诸多的不如意，啊，所以呢，稍微顺了你的意啊。啊，教练艺术，你所显示出来的安尼欢天喜地，老师跟你讲，唔通欢喜了先炸，唔通欢喜先炸，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活在业力网当中，即使你是圣者，你越是不敢去扭转别人的因果，是不是？因为他的因果，他的这个果啊的果报，是不是有都是助缘，是不是有牵扯到人事地食物？对不对啊？你要改变它，你要扭转它，你要看它周围的助缘人事地食物是不是能够让你转得了，啊，你可不可以了悟过来？对，所以说我们啊，对于啊这个宇宙万法啊，你要注意，人家问你说啊，啊你有什么意见？你说我不敢有意见啊，嗯，真的不敢有意见，是不是？因为你不是圣者啊，所以老师在那么提醒你要注意。老师只是点到为止，只是点到为止啊，唔好欢喜了想炸，不要高兴得太早啊。老师已经提过很多次了，有时候悲剧的开始啊啊，有时候呢啊，它是一个圆满境界的一个结束。你这么说法暂时的如意，并不代表以后没有后遗症，并不代表以后没有后遗症啊！所以啊，你要听得懂老师啊所提醒的话哈。好了，现在我们接下来，好，刚才我们说的是唯无的搅乱，那现在呢，我们要来探究什么唯识的搅乱？哎，唯识啊啊，在这个啊。在这个网络前的这一些居士大德们，那个唯识不是我们说唯识学，哦，这个唯识是唯有识，只是回答这个识。好，那现在我们看1477页，三者是人地观其心，各个有处，应有得证。好，那么你这一句跟前面有什么不同？前面这个唯无是怎么样？对，互互无数，因无而得证。那现在这个是各个有处，因有得证，你要注意哦。好，好，有人来问，回答一字，但言其事。注意哦，意思就是说，只是回答是，而不是说但言其事。要注意哦。啊，好，除是之余无所言，就是说，除了回答这个是这个字之外。没有其他的言说，好，好，那现在呢？那我们再来看这一段啊，看这个啊啊，应有得证啊，应有得证就所谓的这个各个有处啦啊，为什么呢？啊啊，为什么啊？这个行人会回答有，为什么？因为呢，行人在定心当中，他记止什么呢？好啊，念身后必有灭相。意思就是说念念生之后啦，啊，一定有灭相，对不对？好，然后呢念念灭相之后呢，也必会再有生相啊。如此呢啊，这个行人啊，他在定心中呢就可以证得什么？嘿，一切法啦啊，皆有。为什么啊？啊，念念生又有念念灭啊，念念灭以后又有一个念念再生啊，所以他认为怎么样啊？行人就由定中当中他证得啦啊，一切法法皆有，意思就是怎么样呢？啊，这个啊，这个有的意思啊，啊，这个是就是有的意思啦 啊，你们看到一切法皆有，我看到唯有那个有就是是。就是是的意思，所以人家来问他的话，请法的时候，他就回答一个是。好，
啊，所以呢啊，因此啊啊啊，有人来请法之时啊，请修正法之时啊啊啊，因为呢，他在这个行人在啊这个定中，他呢啊。心定中的句子就是说心因在念念生相啊，住相之后一定会有意相跟灭相啊，意相跟灭相之后一定还会有在生相在住相，就是生住意灭相，生住意灭相啊，都一直啊一直不停啊，所以他的回答是怎么样啊，的法法皆有啊，有就是是的意思，所以他这个地方啊，你看他经文上啊，他说只是回答是，除了是这一个字之外，其没有任何其他的言说、哦、好，那这一段是比较容易清楚，但是你要注意那个各个有处啊啊，因有得证，各个有处就是有生处，灭了以后还会再生，生了以后还会再灭啊，意思是这样。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第四小类啊，有无的搅乱，无跟无拢全包啦，嗯，拢全包。好，是者是人有无俱见，你赶快一句啊，其见之故啊，就像树枝一样啊，分成两啊两枝，一个树干，树枝左右横长嘛，对不对？好，其心意乱，你看其见之故，其心意乱啊，有人来问答言。亦有啊，即是亦无啊，亦无之中啊，不是亦有啊，这个八个字比较不容易懂啊，老师等一下会做多诠释几次啊，一切搅乱无容穷竭，无容穷竭的意思就是说啊，没有办法容许啊啊啊，再仔细去探究，再详细的问啊，再详细的回答，再正确的回答，意思是安奈那啊。好，第四小类就是说啊，这个世人呐 啊行人在观察行因之时啦 啊因为有无俱见，什么叫做有无俱见？就是说呢，行人呐、啊、既可以见到这个行因呐、啊、念念的深处啊，又可以见到这个行因的念念的灭处。好，这个他的所见的这个境界呀、啊，就正如好像说呢啊一。一木就是说一就是说一棵树啊啊啊，旁边呢啊啊有那个枝啊，树枝是不是都是向左右横展的，对不对？好，所以呢其人之心呐 啊亦复不定而乱，哎，因为他见到行因的念念生处啊，啊也可以见到行因的念念灭处啊，所以是不是生处跟灭处他都见呐、啊？哎啊，所以他的心也不定而乱。假如他能够有因缘啊，有福报听到世尊开示啊，法法生灭不断，当下就是毕竟空，安尼就解决了，唔免补遮久啦，对不对啊？哎，都无法多啦，福报因免无够嘛，啊，是不是？好、啊，接下来我们来看啊，第二行啊，当有人来问呐、啊，啊，所以呢，他就回答啦，啊，都见亦有。也就是义无啊，义有也就是义无了啊。好，那么呢，为什么啊？因为念念生，最后一定是念念终归于灭嘛，对不对？所以呢啊，注意看这个这几个字，义无之中啊，不是义有啊，这是在讲啥呢？义无不是义有。义无之中不是义有，意思就是说、啊、那呢就是说啊，行因念念生念念灭，对不对？那么在念念灭时、啊、不定它能够再更生，就是能够再生 啊对不对啊？不定哦啊不定能够再更生啊，到底是能生还是不能生也嘛不知道嗯，那、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搅乱嘛，所以说一切皆搅乱，对不对啊？比方说呢啊，这个在其他各部经典上还有这种诠释，就是说啊，人家假如问你，好像已经看过这个方向啊，水能不能结成冰？一共可以啊，啊水一能啊，对不对？它就会结成冰。啊，那问过啊，那冰是不是水？不一定呢，你这么的回答呢？那不一
定呢，对不对？并不一定会变成水啊，对不对？那你前面回答水是因为温度冷，对不对？结成一个冰，那冰是以外向来讲，水跟冰一个是流质，一个是固体嘛，当然是外向是不同，但是水与冰是不是都是湿性？你爱了解这点吗？啊，真正的刚回答说水啦，水会变成冰啦，啊，但是冰不一定是水呢，这样啊，到底是你头前啦说水遇冷会结成冰，你怎么都说冰不一定会变成水呢？啊，你这个就是搅乱，对不对？前面是肯定，后面再有一个未知的否定，到底你是否定啊？也敢说不一定呢？不一定会变成水呢？啊，到底是定还是不定？不知啊，因为你想了，我不能跟你回答了，对不对？因为我自己也不知啦，啊，我现在回答不对，我就不能去不死天了嘛，对不对？哦，所以说很可怕。所以说，假如你是出世在那一个啊，这个邪道的这个国度，没有正法的国度啊，真的，这是很悲哀的事情，是很悲哀的事情。即使你出世在啊有佛法的国度，但是呢，你也不一定有福报因缘可以来听闻世尊啊所宣说、所开示的这个心性大法。啊，你也不是因为有善知识的引导能够契入世尊的本怀，是不是？这种种的因缘，所以老师还是讲那一句话，老师就赞叹难达，很赞叹，真的。因为在这个末法时期啊，啊，要能够真正的很谦卑、很至诚恳切的心呐、啊，啊，来禀受、来领受世尊宣说的心性大法的人呐、啊，不接，不接，哦，所以你要顶受你的因缘，要珍惜你的因缘啊。好，来，现在我们再看，好，所以说呢，啊，因为啦，他总是认为啦，行因灭时啦，啊，他念行因念念生了，对不对？到念念灭，对不对？啊，但是行因念念灭之后呢，不定能够再更深，啊，能够再更深。好，那么一切都是搅乱啊，以无容怎么样啊？再被穷解，穷解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办法容许对方再问到底啦，啊，问到很明确啦，问到他得到正确的义理啦，意思是这样啊。好，所以说啊，这个搅者啊，就是说直拗不顺于理。啊，这个拗，有人讲老师这是不是硬拗？那这个硬拗，那是这个世俗话吼，意思讲啊，强词夺理啊。他这个现在我们现在是在讲义理方面，所以说直拗不顺正理啊。这个乱当然就是心无主正啊，心无主见跟正见的意思啦啊。那么在《宝镜书》当中，曾经提示。好，就是说啊，在这一类啊，这一个行因啊，实际当中，这个第一跟第四类啊，他所言的啦啊，都是怎么样啊？都是两可啊。第一是什么？第一小类是什么？那、啊、第一是什么？八义搅乱呐、啊，对不对啊？还让你们翻一下，啊，第一小类是不是八义搅乱？啊，第四类，第四类，你这么开始被搅乱了呢？开始被去报名呢？哦，好，再回答一次，第一是什么？啊，哪八义？啊，眼睛看我这个方向，盲黑。我讲老师，啊，你唔是要问我点解的问题？我能准备好，都是因为你准备好，我才唔问。因为你准备好，我知道你会晓啊嘛，你可以了悟了，所以我现在不问，我现在问你，什么叫做八义搅乱？现在我点到的啊，我点边边的八义里面啊，有八个字，你最起码要说出三个字，最起码了，盲黑呢，盲眼睛看我啊，然后手在那边啊，心在动，手也在动啊，意也在动啊，对不对？
好了，现在来问，好好，还是一样。啊、第一个，好、啊、来，玉梅，哎，八一角豆里面，你讲出。给你看，哎，没啥看，很习惯了。一直老白牙，就光给他很切啊，对不对？好，那么呢？好，那个将军是有没有什么要补充？啊，那个审美好，好，那现在啊，那这个啊，慧娟女的回答，哎，在我们这个啊出席跟入席当中，这个中间有没有中缺之处？有哦，好，正确啊！上面一个叫中焦，缺中焦之处是什么意思？中断，中断的意思是讲呼吸中断。就是说，那个中焦之处，就是说，它不是属于，不是属于出席，也不是属于入席，而且是很短暂的，但是它是有的。一定有存在的，是不是要这样、哦、好，很好，好，那么呢，好，这个属灵啊，不用一直看，哎，你这么个把古本册吞了也没糊啊啦，对不对？好，这个行音，看看我老人家这个方向，哎，行音是不是刹那生灭？它每一个生灭有没有体性啊？每一个生灭有没有体性？为什么没有啊？为什么没有时代体现？因缘合合啊，你现在讲到因缘合合，好，然后注意啊，后面张居士要不要补充？嗯，对，毕竟公心，好，所以说万法即使你在初期入期或是色音色音响音行音，于是那个行音也是一样，对不对？它刹刹那那上面每一个动点都是没有时代体现啊，没有时代体现，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哦。你哪里一直看一直背还是不行，因为一问就得卡住啊。啊，好了，那张居士还是要再问，所谓的毕竟空性，是我们要去设定一个有一个毕竟空性，还是你要透视宇宙万法没有实体性？不可以用手势，因为后面人看不，宇宙万法没有实在体性，你有没有这样子来回答啊？来让您家中的菩萨啊，年长的菩萨了解这一点，有哈、哦？上个礼拜有，这一次我就还要再补充那个八个字，你不要说啊。妈妈，你坐好，我跟你讲，去八角乱，你敢讲这八角乱？你讲我跟像你同款，会乱去。你假如解释的不清楚，他反而怎么样？那会搅乱。所以你回去的时候啊，要对长者，就是说你们家中年长的菩萨，你要告诉他的时候呢，啊，每一次就讲两个就好，一对就讲两个字。而且你要跟他讲说，他们错误的想法是这样啊，但是正确的是怎么样啊？让世尊吼，对一本经典里底有这么样的开示过啊？你们讲呢？我想妈妈讲，你想我是你妈妈什么的？你想因为他总是不管你年龄多大，不管你表现的再杰出，反正你就是他的儿子啊，对不对？讲的俏皮话是不是？所以有时候你要是要了知啊，这个年长菩萨是不是听得懂？那你就用一个问题出来啊，让呢啊这个母亲大人来回答。假如他回答不对的话啊，不如法，那你就告诉说啊，妈妈，你要是这么想的话呢，那就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要这样？你不要告诉他妈妈，你哪安尼想？如果啊，我想那个也是安尼想。你看我知道就是这样，你都不教我教好啊，说不定就有一点争执起来了，这样知道齁？对年长菩萨要有耐心。好，好了，接下来好，我们呢
现在来看宝经书里面，第一个是八义搅乱啊，第四个小类就是有无的搅乱啊，都是两可的。那么这个乱呢啊，就是说乱意比较多，这个乱就是心中没有主正啊，没有主见，没有正确的啊这个正念啊啊比较多，所以呢终究不是顺着正理啊，当然它也是兼着执拗，执拗就是搅啦，搅乱的那个搅字啊。但是第二小类指的是指什么？好，唯五啊，第三类，好，唯识。好，那么呢，他所言的是只是偏一边而已啊，所以说呢，啊，他的脚的意啊比较多，脚的意，脚就是指拗的意思啦，是不是？好，那么呢，这而但是呢，也终非是有主证啊，同样都是归于乱啊，所以说通常我们都讲脚乱，脚乱嘛。对不对啊？故其总结啊，就如是说啦。他说呢，好，所答之言，一切都是搅乱啊，无容再穷究啊啊，再被诘问。诘问的意思就是讲问到底啦，啊，问到底啊，那艺术啦。但是呢，啊，跟我们所说的打破砂锅问到底，你不能够把它并成同类。所以的问，他就是说他要问。在义理上他要问到说有一个肯定正确，但是因为是八义搅乱，所以也没有办法容许这个来请法的人能够问出一个究竟的意思啦，欸，所以才称为啊八义搅乱嘛，是不是？好，所以说呢，好，你们在探究啊我们楞严大法的时候，尤其是在行音啊，你若是前面的受音响音啊，这个境界啊，那你自己没有办法拿捏住，没有办法守本真心。有时候你在这个地方啊，你会觉得说，哎，他讲的有道理呀，好像有道理，那个好像哦，对不对？就把你的法身慧命卖掉了。哪里有好像，对不对？啊，好像的葛藤啊，大概的，也许呢，我认为这个都是葛藤。你现在没有把它理出一个正确义理，以后他会牵绊你啊，以后呢他会怎么样，会束缚着你这个正确义理的探究。我一定要注意，不懂你就要赶快去查啊啊！诶，老师以前有开示过呢，在第几页啊，为什么老师会在请你们有时候在我们讲义里面会写表姐第几页，在表姐当中也会让你们写讲义的第几页，是不是？甚至于老师会跟你讲说，哦，这个是在正脉书的第几页啊啊啊，这个楞严义观第几页啊，甚至于是为啊这个大乘起信论第几页，圆觉经第几位，这个都是要让你们能够贯穿义理啊。所以那个页码你要记起来，有时候你写的啊，五六个页嘛，但是你只要找到其中一个，因为你都有在注明哦。譬如说啊，比方说呢啊，这个一三五六七页啊，都是有连串。那，啊，你找到第三页，找到第二页，那，啊，你就可以找到其他的一五七嘛，对不对？那就可以很连串。所以你上课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摄心摄念，好好的摄心摄念。老师在问问题的时候你回答不出来没有关系的啊，为人是紧张大师，为人是西区考课的徒弟，西区考课知道没啊？啊，对，紧张大师哈。好，那么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对不对？哦，你跟老师说啊，老师没有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呢，让他赶快去探究啊。也许你原本没有注意，但是这个因为问题一问啊啊，那你就问出你内心要去探究的啊，要好好的仔细的啊，去自己要去详加明辨的，是不是？好，那现在我们再来看啊，看一四七八页。好，我们来看啊，结成外论，就是外道论啊啊，总结。好，由此嫉妒搅乱虚无，堕落外道，或菩提心，是则名为第几类？啊，第五外道。啊，四颠倒性，就是四种颠倒性，不实搅乱，骗计虚论。他这个地方还在提到那个不实啊，就是因为他不能不要随便回答人家，对不对？才会到不死天去啊，对不对？啊
啊，现在我们再看诠释文，虚无这两个字，就是说觉证在定心当中啊啊，他虚妄的邪计哦，注意看虚妄的邪计，而且呢，他所计执的都没有实在义理，也就是说所谓的没有正确的义理，没有正念之义啦。啊，那么呢啊，即是堕入外道，迷惑了菩提的正性，迷惑了菩提的觉性，迷惑了菩提的真性啊，都可以讲，是则名为第五类的外道。好啊，因为呢，他迷失了正知正见啊，反而立邪之见，所以我们称为四种的颠倒性。好，那么呢，所以总结名为，念出来。好，为什么是称为骗计虚度呢？因为啊，此人啊，他是周遍嫉妒，例如呢，执神为什么？就是小龙啦、啊、哈。好，而且呢啊，他所回答之言辞啊，是自虚，而且是自妄的邪论啊，所以呢，我们称之为怎么样啊？搅乱啊，称之为搅乱之论哦、啊。所以说，第五类的四种搅乱论，我们暂时在这个地方啊告一个小段落。现在我们要注意啊，这个十六有相啊，你们老师提示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不是有身上有随便。啊，都有带一个纸卡哦，那个纸卡没有多少钱。你到这个文具行去的时候，为什么老师要希望你们有那个纸卡呢？啊，不要说就便便拿一张纸，因为这样子会有时候那个纸张会掉啊。你是夹的，你夹在书本上呢啊，有时候也是会掉。因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你认真啊，摄心摄念在探究意义的时候，忽然间呢啊，电话一来。对不对？嗯，李安啊，你就开始讲电话，电话一讲的话，对不对？他就能言尽，有时候一个小时就会觉得这电话一讲讲了四五个小时，都还舍不得放下，对不对？你那一张纸卡啊，到底啊丢到哪里去了，你都不知道。所以呢，你到文具行去买一个稍微纸张稍微硬一点的啊，稍微硬性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啊，怎么样啊，你夹在我们的这一个讲义当中，有时候你在看字要精进的时候，你可以拿下来啊，每一张的大小这个几乎都差不多嘛，对不对？有时候你可以用那个小小的啊那个长尾夹啊把它夹住啊，比方说你老是觉得说哎奇怪那个形音啊，尤其是在四种搅乱的时候，我好像还没有很清楚，你就找啊到底是第几页。啊，到底第几页？而且你在写那个义理你不懂的时候，那个一定要标明第几页，啊，标明第几页啊，标明清楚以后，有时候你要找很容易找，你只要用心去设计你自己要啊要需要的一本这个楞严经的一个小字典，你自己去编转，然后自己去编啊，那对于以后你在义理上的啊这个探究啊，尤其是这个剖析度。对你有相当的注意，有相当的注意哦！不要随随便便拿一张纸，而且不要说啊，笔记本带着啊，就撕一页下来。我是很反对这样，老师是反对这种做法，对不对啊？最好呢能够有固定型的啊，比较硬卡的哈啊，也不要太小张啊，不要太小。有时候你写正面写不够，写到反面来，你这个反面有时候硬卡纸夹起来的时候，有时候你要翻反面，你不晓得这个反面对不对，还要再倒转过来，哎，他、啊、光是在处理那个纸张啊，对不对？义理还没有找到，你无名就先找出来了，哦，要注意，啊，要注意这一点，好、啊，要多用心，多用心。好，那现在我们再来看，好，这个十六有相啊，你假如有带卡纸来的话。哦、那你要注意，要注意这个十六有相啊，跟后面啊，跟后面我们所说的啊啊这个啊八种无相，就是在一四八零页里面有没有看到啊？那个啊，把八啊，就八种无相，不是中哦，那个字打错了哦，哎，那个字打错了哦，啊，是八种无相啊，这个呢刚好是相反。
是相反，尤其是这个十六有相，十六有相的时候呢，你等一下那个印卡纸在写的时候呢，老师会告诉你哦，你怎么写法。好，你现在那个大大的字，大大字啊，你把它写起来。好，现在呢，啊，老师先把这一段啊诠释完了以后呢，啊，我们再来探究。好，你现在要看的就是要看什么？等一下要记下来的，你先翻到1479页。啊，1479页，好，你现在看看那个啊经文，啊，有没有看到那个色是我？好，然后我有色。好，大家再看看第二行，色属我，我在色。有人说，啊，老师，啊，看起来都跟他这个我跟色俩啊，那叫混杂，它不是复杂。重点就是说，他这个妄，啊，他这个邪性的邪迹啊，他到底是怎么样来的？你看这个色是我，跟色属我，你看跟他中间那个字，一个是是，一个是属。啊，那你看就有很大的义理的差别。还有我有色，一个是有，一个是我在色，一个是在，有没有看到？所以呢，你等一下呢，啊，老师会有这个啊几秒钟的时间让你们写这个大大的字写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这边有讲啊啊，死后仍然有这个十六相。啊，死后仍有这个十六相，那么你这个十六相怎么写呢？啊，老师先介绍一下，不然有的人会很慌。好，啊，你们先念出来，前面的四音有哪四音？色音、受音、想音、行音。好，那假如现在我们在讲色，他就啊色是我。那假如我们现在在探受音的话，那你怎么改？很好，那假如色属于我呢，你用想音的话，那你怎么想怎么写？想属于我。对啦，那这样知道没有？这个就是所谓的十六相。你看色是我，我有色，色属我，我在色。那假如呢啊，以受音来讲的话，就是受是我，我有受，受属我，我在受。啊，你听好不？哎，啊，那啊，就是说你这个十六，我能讲啊，老师啊，咱探究起来，嗯，因为1479页，嗯啊，总共啊，这跟四只有四种而已，怎么会有十六种啊？这个十六种就是这样啊，这样知道没？所以你回去之后啊，你先将这个色是我，我有色，色属我，我在色啊，那这样子呢，你探究清楚之后，然后你将这个色。啊，假如你要看就受音，你就完全将这个色改成受，知道没有？啊，那你不要这样子哦，不要讲色是我啊，那个受我有啊，不能够这样，不能够穿杂，知道没有？嘿，全色就是这个四组全部都是色啊，啊受就是四组全部都是受，这样子的话才会造成十六，知道没有？啊，四是多少？四是不是十八？不是哈，哦，确定哈，哦，嗯，因为我都在讲过，有人去八亿搅乱一间学校上课，啊，这么等哎，就4418，嗯，对不对啊？千万要记住啊，十六有相。好，接下来啊，现在呢，请大家翻到啊1478页。好，这个十六有相啊啊，我们先看啊这个倒数第六行的经文，好。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宁正心魔不得变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员，这个绝对都不需要再重复诠释了，因为每一段都有。好，从这个地方开始，于无尽流生嫉妒者，是人坠入死后有相啊，这个有相就是总共有十六相啦啊，发心颠倒。好，我们先看诠释文。好，又三摩中啊，就前面的五那都可以同以上的种种的这个啊的诠释啦可知。好，哦，希望我们看这个从无尽流。好，于无尽流就是说啊，什么称为于无尽流？就是说行人呐，啊，哦，在定中见到行音，它是刹刹那那生昧不停留，相续无尽而千流不息啊啊！所以呢，生嫉妒者就是说啊，
由是啊，因为他在殿中见到行音相去无尽，牵柳不息嘛，所以呢啊，寻人就祭祀啊，这个行音他是诸十二类众生生昧的根本缘由。他认为怎么样呢？将来啦，必定还会再生出动啊，因此他祭祀怎么样呢？色音、受音、想音这三音啦、啊，虽然现前已灭，就是即使现前已灭啦、啊，但是将来必生啊！注意看到这四个字，但是将来必生，就是说必能再生出动的意思啦。啊，所以说呢，啊，行人将要坠入死后仍然有四音之相的再生。啊，死后有相，就是死后仍然有四音之相的再生的这种邪迹，所以呢，他们的发心就颠倒了。啊，好，那在正脉书当中提示啦，啊，行人若啊真能够了悟到无生，这句话是正确的哦。啊啊，在正脉书当中，人也正脉书当中啊，就提示啦。假如行人他真能够了悟无生啊，而且了知出生的旁边，你要写一个一切法幻身。好，那么呢，有幻身那、啊、一定有幻灭啊。啊，为什么称为幻身幻灭啊？生不是实在的生，灭也不是实在。的灭，因为没有实在升起，哪里会有灭？所以就是幻生幻灭。我再讲一次，在正脉书当中，人眼正脉书当中啊，他提示啦，行人若是真能够了悟无生这个道理呀、啊，对不对？那么了知一切法出是幻生啊啊，那么呢啊，即有幻灭，是不是？好，再现在翻到1479页啊。是知啊啊，在生时啊人啊生时上是空洞无相啊，这个地方他所说的空洞无相是怎么样啊啊，就是说因为行音啊相续不尽啊，牵柳不息啊，是不是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啊，是空洞无相，对不对啊啊啊？又怎么能够说呢啊？人在死后啊，对不对啊？岂会说再落入啊，才会落入虚妄寂止，而认为是仍然有四因之相呢？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一句啊，就是在正脉书当中所提醒大家的。假如行人真能够了悟无生啊，当就知道现前的一切法啊，包括在定中所见的，是不是啊？对不对啊？都是幻生幻昧，行因也是刹刹那那生昧啊。对不对啊？而且呢，都知道啊，生时尚且是空洞无相，就是说没有实在体性啊，对不对啊啊？岂可再说人死后啊？对不对啊？岂可再落入于他虚妄的寂止，说死后仍然有这个十六相啊？但一这个是《楞严正脉书》里面嘉光大师啊，在这所怎么样啊？这所提示的、所开示的，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啊，对不对？所谓的空洞无相的意思就是说啊，万法已经没有实在体性了，哎，就是空洞无相，对不对？生死万法都没有实在体性了，刹刹那那生灭是空洞无相的啦。啊啊，岂可说啊人死后，对不对啊？再继续说死后仍然有这个四因之相，那所谓的十六相哦啊，这个就要注意啦。好，那现在我们来看，在这一段当中啊。这个假如你没有仔细听啊，啊，你刚才听了那个搅乱之后，你自己就乱自己了，哎，你起心动念的啊，你卡在那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啊，要摄心摄念。好，啊，我们看经文：或自故生，云色是我；或见我缘，含片国土，云我有色。啊，或比前缘随我回复，云色属我，一切拢一段一段哦，所以你要注意啊。比方说啊，自故生，云色是我，
这样有没有了之？这是一小段啊。或见我缘含片国土云，我有色，哦，是这样子一段。你要看那个句点在哪里。好，或比前缘随我回复啊，云色属我，或复我依行踪相续，云什么？啊，但是你要注意哈，在这一段当中，等一下你们一定要特别提醒自己。好，你看这个诠释文，看诠释文的最后一行，诠释文就是这一段的诠释文最后一行，有没有看到那个即是色音？啊，这个色音要注意到，这个色音不是真正的色音，而是怎么样呢？而是行人啊，将这个行音的相续之相，把它当作是色音。注意哦，行音呢，哎，就是说行人啊，误以为行音相聚之相就是色音啊，他在定中所见，他把它当作是色音哦啊，所以呢，他会有记执啊，怎么样啊啊？第四个就是说啊，我在色啊，我在色就是我在色音当中啊，这个不是在色音当中，这个是在这个在什么行音？对啦啊，但是你这个旁边一定要挂乎起来。啊，是因为行人啊误认行音的相聚之相啊啊，即是色音，有无？而且你现在用色彩笔，用色彩笔先将这几个字画起来啊，画一条线把它画起来，以行音相聚之相中即是色音。但是你这个地方上面啊，以行音相聚，你这个地方要怎样？行人错认，行人错认以为行音相聚之相即是色音。啊，所以通常我们在讲这个色音，有没有说我在色中？有没有我在色音当中？其实是不是在色音当中？不是，而是在行音相续之相中。但是行人确实误以为说啊，因为他把它当作是色音嘛，所以他说我在色中，知道没？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诠释文，这个不容易懂，实在是不容易懂。所以呢，今天也许我们只能够诠释两种，就是色是我，我有色，哎，对不对啊？因为假如在诠释完的时候啊，回到家里拢总唔办，刚才在问两句色甲我俩，除了是是还是属，或者是有，或是在，通通都还给老师了啊。所以今天呢，老师只能够最多了，那最多诠释两个啊，最多诠释两个。好，我们来探究。啊，这个呢就是先世的外道啊，在六十二件当中所谓的四季啊，人家说六十二件来对唯一四季是哪四季？你说哦啊，就所谓的色是我，我有色，色属我，我在色了，对不对？知道哈啊，那个那是十六有相呢，你说是死后十六有相，你就将老师刚才提示里面那个硬卡纸哈，就退出来，你说我念一遍给你听。嗯，我安尼知道没有？你先念，你无安尼解释，你那一个不到迄个程度，你唔好安怎，不要强出头啊！你得讲讲哦，我先啊，是不是可以跟你分享啊？这个前面的啊，就是色是我，我有色，色属我，我在色啊，前面的这四组而已啊！我安尼啊，知道哈、哦？好了，现在我们再看。啊，这个一者就这个四句当中啊，一者就是行人或自坚持啊，固守的此身形。那这个此身形就是四大所组合的这个身形啊，云四大之色身就是我，这个就是色是我啊。行人因为他固守就是坚持的啦啊，执着啦。啊，执着而且是坚持固守的这个四大色啊，借着四大色法所啊组成的这个身形啊，说他因为为什么执着执着这个我，就是所谓的五蕴生的我，所以啊，云四大的这个四大假借四大组合的这个色身啊，即是我啊，所以公色是我。好，这个呢啊，就是外道所邪记的即色啊，即是我，意思就是说，这个四大组合的这个色身啊，就是我，意思是安内
啊，好，那么第二呢，我们第二要诠释什么？第二诠释什么？好，我有色。好，就是说呢，啊，寻人呢，或见这个我性圆融，注意这个我性是代表什么？我性是什么？就是说啊，假借着这一个四大所成的这个色身的这一个我啊，这个我呢啊啊，它是圆融的，而且呢，它这个我四大组成的这个我啊，它呢可以圆融，而且可以涵遍十方的国土啊。这一点，这个地方就错了啊！内四大跟外四大都是什么？都是怎么样？都是虚幻的。这个四大从哪里来的？劫慧灭的妄空成为四大之色，对不对？最原始，所以在这个地方啊，行者就错了啊！为什么呢？他见呐、啊，见怎么样啊？他说呢啊，我这个由四大啊所组合的这一个色身呐、啊。它的体性是圆融的，而且它圆融它可以涵遍十方的国度啊，所以呢啊，故云啊，我有色，而且呢，我这个色身的这个四大的色法，它可以涵遍十方国度的四大之色啊啊，就是即什么啊，我的四大之色，对不对？大。啊，那么呢啊，我所含片的十方国度的这个色啊，这个四大之色是小，哦，看到不？这个我大色小就是这样子诠释啊。所以说呢啊，四大就是所谓的啊，这个十方国度的这个四大之色是在我，在我的这一个四大假合的这个色身当中，啊呢，有没有看到？哎，就是说的我大色小，虽然同样都是讲四大，但是他这个地方最严重的错误就是说啊，组合成我的这个色身的四大之色啊，因为我这个四大之色，我这个色身的四大之色啊，啊，我这个身形的四大之色，它可以涵遍十方国度。你就看这第二行有没有看到啊？因为它可以涵遍十方国度，所以变成怎么样？哎，我色身的四大之色是怎么样啊？是大于什么十方国度的这个四大之色，就是外四大啦。哎，我的内四大是可以涵容啊啊这个外四大啊，所以说呢啊啊这个外四大的四大之色是在我的内四大之色之中啊，所以就变成为我怎么样？我有什么呀？我有色啊，这样知道没？所以我讲，我今晚个继续讲嘞，但是没人会晓应呐，嗯，对不对？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探究到这个地方。好，老师是希望下个礼拜来啊，你们都可以准备好啊。有的是用那个阅历纸哈，我让去嘎啊啊定的好好的，这个老师也赞叹啊，因为秀好啊，对不对？啊，那你最好能够啊，上课的时候啊，都拿的刚好是拿那一本出来啊，最好那个纸不要用撕的，一旦按呢随时活用啊，因为你要看第几页第几页，你在比较上也比较容易能够贯穿嘛，这样了知了没？好了，今天我们就探究到这个地方，好，下个礼拜我们继续要来探究色属我以及我在色。好，我们今天呢，好，那现在我们来回向，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